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韩三春，危险！跟我们一块儿走。找不到韩三春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姐姐，从这儿过去就是山寨的后门，你们赶紧走吧。你呢？大当家带我暗中如山，我不能扔下他。我和晴雯姐姐一起去找他。我们一起。从这儿走。快，这边，快！ 周英姐姐，周英姐姐，你和大当家一直都很照顾我，仿佛我再生父母。我也把你们当亲人，你们听我一句话。周英姐姐说的是正理儿，你就答应她吧，别犹豫了。趁着现在双方还在厮杀，投诚还有机会。一旦官兵占了上风，那一切都晚了。如果你们骗了我，我就把你们撕。我周英如果骗了你，天打雷劈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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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陈红，跑楼上的人都给我杀了，一个都不许给我留。二虎，你陪着千红，我下去支援。我也去，那我留下。韩三春，你投诚吧，我会跟着你一辈子的，我再也不走了，我从今往后都跟着你。 韩三春，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如果你现在投诚，我保你平安。周莹，看来我们今天要死在这儿了。没事，有这么多人，黄泉路上也不寂寞了。说得好，我们照旧一路，一路就一路。 那你再不救，给我的马下药了。是你现在我才领下药的。你不是没吃吗？那你还把我马放走了呢？哎，小心！啊！青衣，你手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终于关心我了。死也值了！死也值了！ 牛寿娃把我们的人几乎都杀光了。什么？寨子里面现在已经是血流成河了。韩三春，你就算现在杀了我，牛寿娃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如果现在投诚，一来你可以给自己寻条生路，二来你可以给兄弟们报仇。投诚吧，韩三春，韩三春，别打了。 韩三春投诚了，兄弟们跟我攻！杀！放开！我们冲！快放我是泾阳县令赵大使，我命令你们立刻交下。不对呀，怎么不是英贤大人？韩大哥已经洗心革面，立地不成。好像不对，牛哥。 韩三春的人怎么跟官兵在一起了？快走，快走！怎么办，牛哥？ 刘守华，当年你带着兄弟走投无路，是我收留了你们，还与你结拜为兄弟。今日为何恩将仇报？大哥，你不是也说过，没有当一辈子的土匪，我不过是想找条出路。你想走，我不拦着你。为什么要杀我兄弟？不杀你们，我拿什么做投名状？我怎么立功受奖？